上，我在那边念你的台词，结果你跑去商圈偷吃偷玩。请出熊赞跟台北市长柯文哲合体拍片，推广北市商圈，拍摄制作成本加花了10万元，不过宣传效益遭到质疑。赞数也只有299个赞，分享数33个。花了15万，花钱的不止这个。为了振兴北市商圈，北市府找来6个网红协助体验发文，总共花了70万，触及率却似乎也不好看。这一篇宣传猫控一共只有45个赞，另一篇谈公馆商圈27个赞，几个网红贴文分享数都是个位数，让议员质疑钱没花在刀口上。还这样变下去，你认为这70万花得很值得是不是？赞数10几20个，70万。这边 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是台北市议员，你干脆给我，我来帮你做啊，7万都不用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成果啦。10万干脆给黄静莹他们好，他们比较红啊。现在小牛的粉丝团人数也很多。先走先。市府澄清相关贴文大约有超过23万人次的触及率，不过对于宣传不利的质疑也承诺会检讨改进，毕竟钱都已经花下去，当然希望达到最大行销效益。三立新闻各自港驻俊台北报道。